学前一夜第二季。给我。不给。快给我。又不给。小子啊，开学前一夜才开始突击作业，对不对？我早就写完了。哎呦，你还嘴硬。你妈来了。啊。跟你老爸呢，看我找到证据再收拾你。这是春节前写完的啊？对，两个星期前写完的。骗谁呢？自己还不干呢？收。这是什么？收拾啊。老爸，这纸都被你搓皱了，凡事得讲证据。证据？证据在这里。据我调查，用这支笔写一篇800字的作文要消耗油墨0.74厘，昨天这支笔的油墨还有7.89厘，而现在只剩下1.99厘米，你用了5.9厘米，也就是说开学前一夜你写了8篇作文呀。证据就在这里。笔的油墨还剩这么多，这小子不会偷偷换笔了吧？老爸，这还有4支笔，有点馋吗？哎呀，右手中指明显的凹陷和发红，一看就是经历了4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握笔，还说自己没有突击作业。爸，我服。啊！老爸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没检查的？来来来，随便检查。奇怪了，怎么没有传说中的凹陷，也没有红肿和变形？难道作业真的不是今天赶的？老爸，明天就上学了，快写评语，给。嗯，哼哼。哟。啊，这笔太好写了，为什么我当年没有这么顺滑的笔？一写不完就怪笔啊！可这笔真的卡呀，一有灵感就掉链子。老爸，真下来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孙子，爷爷送你的笔怎么样？太好用了，墨足手感好，写字顺畅，再也不怕爸爸检查作文了。